阿辉，开始行动。我喺网上订咗房嘅，你珍惜拣啊！呢度啲房好豪华嘅，冇持牌宾馆标志，价格咁单薄，基本嘅消防设备都冇。俯下头，准备好啦。我哋系牌照事务处执法组，怀疑你无牌经营旅馆，无牌经营旅馆系刑事罪行，可被判监禁同留有案底。入住持牌旅馆，旅游安全之本。